欢迎我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玛利亚索可以算是中国最后一位驯鹿牧人，他已有82岁高龄。玛利亚索也算是最后的鄂温克，正如鄂温克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字面意思一样，他是来自森林的人，他是唯一尚存的真正来自森林的人。 他的最爱是以帐篷为家，部分偶尔在森林居住的人都是别无选择，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驯鹿。这些早已经驯化了的野生驯鹿，已经习惯了鄂温克族的游牧猎人为寻求新猎场而迁徙， 也适应了群体的游牧生活。而现在驯鹿可以自由地在森林里漫步，寒冬过后的春天很难再把它们围在一起了。大部分的家族只拥有10多头驯鹿，而玛利亚索则拥有超过300头。在中国，驯鹿的总数仅有约800头，玛利亚索占了一大部分。 玛利亚索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他的儿子和谐很难得看到他唱歌，他一直在唱，不停地唱了4、5首歌才歇一会儿。平时他都是沉默寡言的。 孝文早就认识于1996年去世的玛利亚索的丈夫拉吉米，也知道拉吉米喜欢口弦琴。玛利亚索从床边的小铁盒取出一个口弦琴，就开始表演了。他奏出来的是天籁之音，每一个音调都令人心动。 孝文很有幸能听到老太太的表演。老太太是出了名的难伺候，最会驱逐那些来自远方的要求采访和参观末代驯鹿牧人的记者和游客。当然，他不会这样对待孝文这位30多年的老朋友。1983年的寒冬，年轻的孝文是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 当时的玛利亚索刚满50岁。1988年，孝文再次探访，目的是为玛利亚索的丈夫拉吉米拍摄纪录片，讲述拉吉米是如何制作鄂温克族人特有的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的。摄制队同时也记录了一次简单的雪地狩猎之旅。
玛利亚索为大家准备了所需的狩猎工具和糕点等等。他给驯鹿队伍套好缰绳，再让驯鹿驮着袋子。那次，孝文还采访了鄂温克族最后一位萨满牛娜。你还是要问他们，他自己吧。现在，所有的人物都成了历史，岁月真的不饶人。还好，现存于中国探险学会时长200多分钟的视频片段，成功记录了一段民族文化的往事，将一些被大兴安岭的寒风带走的族人生活习俗保存了下来。也许今天玛利亚索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孝文打开平板电脑，回放了当年拉吉米和几位老朋友的片段。一切都是最感人、最美好的回忆。玛利亚索专注地看着，还要求将音量调高，以便好好地享受拉吉米口弦琴的声音。可惜的是，他的听觉已经渐渐减退，琴音听起来很微弱。This is how they are living now,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Owenki reindeer herders. He doesn't have time for us. It's ful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y rather lead a more modern lifestyle, just like any you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So I don't think it's their fault at all. That's why I was hoping that.In the future, traditions are not pass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but from grandparents to grandchildren. It may not even work like that. 根河是政府为所有鄂温克族驯鹿牧人规划的新一代居住地点。现在约有200位鄂温克族人被安置在2层楼高的优雅木房。我们是从身穿时装外套和长靴。留着卷发的是玛利亚索的二女儿德卡莎。孝文用小 U 盘把德卡莎父亲拉吉米的视频拷贝了一份给他留作纪念。当然也包括他年轻时的照片。每天都醉眼惺忪的是德卡莎的弟弟和谐，今年46岁。之前他和玛利亚索在位于森林的营地招待我们，现在他说要回家休息。年轻时骄傲的手持猎枪的他，枪法跟他父亲一样准。他曾经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现在只能靠酒精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物质享受和富庶的生活真的不能取代传统文化遗产的意义。孝文回到森林营地准备离开的时候，玛利亚索从雪地的木架里找来孝文和中国探险学会非常想收藏的东西。我走了哈，下一站。一套用桦树皮和暗皮造的狩猎用具，驯鹿的鞍、毛毡和腰带。龙头是用什么做？原来那个汗皮，也是汗皮。玛利亚索从他仅存的4套中挑了最好的一套给孝文，虽然有点破损。可是，这对中国探险学会和未来的一代来说，绝对是无价的。玛利亚索为孝文唱出的送别歌曲更是无价之宝。在极端寒冷的森林里，一首即兴创作的浪漫乐曲，让孝文和所有的探险队员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大兴安岭的春天很快就来了，在花草树木都依旧繁盛的同时，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却一直留在寒冬里，等待可能不再出现的春天。